喂，如果我哋發覺屋企老人家或者任何一個即係親戚朋友見到好似有啲即係唔記得嘢嘅情況咧，即係又發覺即係真係啊，原來有啲即係認知障礙嘅問題啦。睇醫生之後發覺佢真係有啲輕度啊，慢慢會惡化噶啦。嗰陣時先至嗱一聲去學打麻雀得唔得嘅咧？即係即刻會多啲腦部運動啊，咁樣會唔會真係有啲幫助？其實我諗又唔一定係打麻雀嘅，其實任何嘅腦部運動，我都鼓勵啲病人做嚇。其實好多時坊間都有一啲嘅唔同嘅組織啦，去做一啲非牟利嘅工作啦嚇。咁可能喺坊間去有啲所謂叫做腦部運動嘅班，可能喺從而透過啲遊戲啊。或者小訓練啊，咁希望幫個病人鍛鍊佢記憶啊，甚至乎你攞個 pad 牌出嚟冚住有九隻，咁記下唔同嘅位置。其實只要多啲去做啲訓練咧，對於個腦都係好嘅。不過多時就係咁啦，除咗個病人做之外，都要可能屋企人嘅輔助啦、嘅關心啦，因為好多時老人家佢有時未必咁有主動性，好多時做呢啲運動啊，或者去做呢腦部訓練，其實都好靠啲屋企人去幫佢嚇。咁可能屋企人陪佢玩嘅時候，佢就有心機去做。佢打麻雀又好，玩 pair 牌又好，甚至乎做啲簡單嘅遊戲卡都好。咁但係最緊要都係話身邊有屋企人啦、支持啦，去幫佢啦。咁希望咧多做腦部運動，加埋適當嘅藥物治療咧，可以減低佢去到即係退化到一個需要人高度照顧嘅情況，或者甚至乎要需要住老人院嘅情況。喺嗰個腦嗰度退化咧，其實因為腦控制好多嘢，咩都要用個腦，你心臟跳都係個腦指示啦。係咪去到最後期嗰陣時咧，除咗唔認得人之外咧？連呢啲咁嘅基本功能都開始冇咗，係咪？即係個腦死咗咁樣。係，有啲病人去到中後期咧，腦退化咧，佢會甚至乎語言會表達不清啦，嚇，佢諗唔到佢要講用嘅字啦，嚇。咁去到好後期，甚至乎啲病人咧都唔識講嘢噶啦，嚇。佢唔係淨係話記憶力咁簡單，嚇，連語言都受損啦，嚇。佢想講嘢都表達唔到，唔知點樣講出嚟。甚至乎去到後期啲病人咧就吞咽嘅困難啦。我哋自己有好多譬如腦科咁都好常見啲病人咧，如果有腦退化症咧，去到後期咧佢吞咽吞唔到咧，需要用胃喉喂食啦。嚇，甚至乎啲人長期用胃喉嘅，可能需要做一啲造口喺個胃部個前方喺個肚皮嗰度咧，做一個造口喺嗰度喂奶啊，俾佢供應佢日常所需要嘅營養啊、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啊，用啲奶去供應，因為佢連吞咽個障礙都即係個功能都受影響。哇！咁都幾慘喎，即係佢慢慢成個係咁樣退化到。係啊，因為隨住嚟，不過現今醫學上嚟講咧，都叫做啲藥物去醫治啦，嚇嚇。我哋正話都提過啦，希望盡量可以減低佢退化速度嚇。另外，希望透過啲遊戲班啊，或者有啲病人去到中後期，可能做一啲所謂叫懷緬治療，攞翻啲舊嘅相啊、舊嘅音樂出嚟啊，從而提翻佢好多年前嘅嘢。因為好多時有認知障礙症嘅病人都係啦，佢新嘅嘢好難記。但係舊嘅嘢可能我仲記得，可能攞翻一啲舊嘅相簿啊，問翻佢嗰係個邊個啊，甚至乎係一啲舊嘅聽開嘅音樂啊，咁呢啲一切一切咧都可以做一啲去幫佢嘅。去到好後期啦，啲甚至乎病人佢根本表達自己都不清啦，希望做一啲觀感嘅治療啦，可能俾一啲粗鞋嘅嘢摸下，邊啲係粗，邊啲係滑，唔同嘅形狀，呢啲通通咧都係透過一啲刺激咧，希望佢可以鍛鍊佢腦部，譬如邊啲係尖角啊，邊啲係平滑啊。咁等佢可以有個認知，邊啲係冷啊、熱啊，等佢有個感覺，從而都係一啲鍛鍊咯。你可以話希望可以翻 B B 仔咁樣。係啊，要慢慢有啲好基本嘅訓練去做。養個動物關唔關係啊？即係有冇幫助？譬如養只狗仔、只貓仔咁樣。我諗任何嘅可以刺激到佢同個病人有溝通嘅嘢，都可以幫到嘅，係啦，O K， 哇！咁其實我哋遇到一個即係屋企有老人家有呢啲咁嘅疾病咧，身邊嘅人咧，其實即係除咗帶佢去睇醫生啦，係咪即係要照顧佢或者多啲關懷之外咧，其實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到嘅咧？即係我譬如我哋即係頭先所講遊戲訓練啦咁樣。其實都係有腦退化症嘅病人咧，好多時咧，我都要教佢身邊嘅病人點樣照顧佢，因為好多時佢已經唔記得嘢啦。有時屋企嘅人都好彷徨啦，心裏邊有唔同程度嘅壓力啦。其實好多時都要教嗰啲照顧老人家嗰啲屋企人啦，去點樣去面對佢，甚至乎我點樣陪佢做多啲腦部嘅訓練啊。咁呢個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啲病人都唔知點幫，即係佢屋企人都唔知點幫佢嚇。啊，佢又唔記得嘢，你提佢，佢覺得唔使啦，或者我啲老人家好頑固就話：，老人家大咗都係唔記得噶啦。點樣去訓練翻佢，盡量去記住咧？可能即係每日提一提佢，睇睇報紙喎，今日係幾多號喎，幾多月喎，而家每幾點鐘係做啲咩電視節目喎，可以陪伴佢多啲，咁希望同佢多啲傾講，咁從而都係一個腦部嘅訓練嚟。
即係咪生活上面都要俾佢去翻以前啲做翻運動啊？嗰啲都有幫助係咪？即係多啲刺激咯，叫做係啊，冇錯。不同類型嘅刺激啦，係咪？唔識游水咪學下游水先啦，不如有人陪住㗎啦。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即係學多啲新嘢。學啲新嘢，同埋即係最緊要就話屋企人都要有一個預計點樣去照顧佢咯，因為你要明白佢都正話都所提到，可能中一病人去到後期嘅吞煙都有困難嘅，甚至乎大小二便都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屋企人都大約要知道成個病嗰個情況係點樣。幾時會去退化到咩程度啊？有個概念嚇，咁所以面對困難嘅時候就容易啲面對咯。有冇遺傳嘅呢啲嘢？即係如果屋企，咦，我早一兩輩見到好似有啲老人家有老人痴呆，係咪驚自己都驚嘅咧？咁容易啲嘅，有啲坊間有啲研究啲顯示咧，如果家族史有腦退化症咧，的而且確係屋企人患上呢個情況咧嘅機會咧係會大啲。OK， 有冇啲即係疾病腦嘅疾病咧，係好似即係我叫一連串嘅，即係意思就係你有呢啲咧，通常都有呢啲啦。即係會即係有幾隻病咧，即係有係咪有關聯嘅呢啲咁嘅病？譬如話好似認知障礙症嚟講啦嚇，咁有啲病人，譬如話佢本身有啲血管病危險因素嘅，譬如佢有三高啦嚇，咁自然中風機會大啲啦。咁但係問題中風機會大啲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一啲微細血管或者一啲係冇病徵嘅中風，佢腦裏邊有好多唔同嘅細嘅中風咧。亦都會導致一啲認知障礙情況，咁你依啲咧可能因為透過佢有啲血管硬化嘅危險因素啦，咁從而就有一個關聯啦。即係譬如話，本身佢有三高嘅，自然中風機會會高啦，自然患上血管性認知障礙症機會都會高啲嚇。